师呢，也是本轮你好风的演出海哥的最后一场，希望大家掌声。你好，红哥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就每个人说一句话啊，给观众。亲爱的，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然后我们的疯子马上开始巡演，也希望你们能更多的关注，然后也感谢每一位曾经演过你好疯子的演员，然后我们一起这一次也特别感谢疯哥，然后我们。Yeah.